从小就是姐控，范丞丞幼时影片曝光，乃因问姐姐收工累不累？姐姐，你收工了吗？你收工了吗？你累不累？参观了小土人学校。顶着小呆瓜头，范丞丞用奶音问姐姐范冰冰何时收工。昔日影片曝光，被认证从小就是个暖心弟弟。不过姐姐范冰冰也爆料，小时候的范丞丞可是常和同学炫耀。是，他也会这个炫耀。他在学校这样吗？你们知道我姐是谁吗？有可能，但是他都不敢回来跟我说。然后他竟然有一次在学校里面，我接了一个陌生的电话，我说喂。他说姐是我是范丞丞，我说你在哪儿？我以为他出什么状况了。他说我在学校里，我拿同学的电话打给你。我说啊、哎，你要跟你同学讲哦，这个不是你姐的号码，把它删掉。他会请你给他同学签字，然后送给他同学吗？然后拿我的签名照给老师送礼。从小就把姐姐范冰冰挂在嘴边，长大之后的范丞丞更变成姐控魔人。喂，姐姐。咋啦？我在拍节目呢。听说你上台忘词儿了。我觉得你可以这个事情。别紧张，你放松，别紧张就行了。好的，你要不要跟大家 say 个 hi？ 不用了。哦，好吧。跟谁 say hi？ 你不要，我不要给那个开免提啊。我在录制中。哦，你在哦，好吧，好吧。假如有一天有一个导演来找你，你自己来跳，女主角会是谁？范冰冰。哎，你有什么？你有什么看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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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快出来！有什么看法？有什么？有什么想法？你去跟我这。对不起，不行。一拳打死他。当然，我姐。只能我跟我姐演，对不对？你打哎，如果你要跟姐姐演戏，你有没有想到什么剧情？我希望你能演她的角色。演她男朋友啊？你会不会打得太难？哎呀，好吧，可能会被大家骂死。可能会被陈哥打死。可能陈哥会被打，会被我打死。希望我们以后能一直演戏，然后呢，每个生日都陪我，好吧？真的吗？是真的。我可不可以下有一可不可以以后生日叫上冰冰姐？可不可以把那把剪掉那个？天哪，太难过了呀！我所以他很保护姐姐，不让其他人碰你。啊，好，谢谢。这是我觉得是一个直男的思维吧。对，那他其实小的时候是把他保护得很好，然后他也很有责任感，想保护我跟妈妈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男生本应该有的责任吧。嗯，他这对你的爱特别的明显，在节目上面。好，不是装的就好。只是姐姐范冰冰在演艺圈的地位和人气，却让范丞丞从偶像练习生第一集开始就承受极大压力。可能像您说的，会有点着急吧，不想证明自己。为什么？说我自己是没实力，靠着姐姐。你的理想是什么？用自己的能力可以让自己的家人过得更好一点，可以让我弟弟上最好的大学。因为我爸爸妈妈有我弟的时候已经很大了，然后我觉得我对他还有一份责任。范冰冰、范丞丞相差19岁，如今弟弟勇闯演艺圈，姐姐也当起最大后盾。加油！辛苦辛苦！拜拜拜拜！姐姐，你收工了吗？你收工了吗？你累不累？参观了小主人学校。完全乐，一个姐控，一个弟控，刚刚好。报道。